会开门哦。还有，不用教我啦。啊，有那上前没错，那叫。
请我不要太重。那其他我有什么他们感兴趣的？其他说好像在给你哦。嗯，我以前当兵有个最讨厌就是那个厕所啦，那个厕所，那个厕所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大，可以大到那个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屎，不知道怎么大，都不管为什么。就是就是很稀嘛，你要帮着他能拖那盆的。像我们那个，然后我们上厕所就那个高雄人武的那个东西才恶心，好不好？然后一到那个大便怎么大的？来走，一到那个看假看假日的时候，哦，厕所都关门了，这间很坏，那间很坏呀。不是的，他是大到你进去打开门，全部四周都是屎。对啊，四周都是啊，喷的高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喷的，看不懂，希望故意搞的。没有，他不懂。那厕所真的是东西的时候，真的非常脏。这样不会像这样子的啦。不是的，这不是学生搞我，是去叫招哎。你还要叫招吗？我不用了，我退出了，退出这个团体。他曾经怎么都没有叫到啊？那个三场，三场人数有没有叫到？